椰子卖光了，没有。没了没了没了，没了。Thank you 你这个一只手建筑跟这两个的那个风格就不同，它是一个单环，但是有五圈围着啊。看的这个比较特别建筑的，它通常每一个寺庙都会有说供奉的。以我们的台湾的，我们会讲主神是什么，所以这个是特别为佛祖而建立的。
样子。